苗栗市一位民众日前骑乘机车前往新东街一间超商购买东西，将机车停于店门之外，出来之后发现机车上的安全帽不翼而飞，愤而向警方报案。苗栗县警方依规受理在案，事后积极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案情。经查发现作案的竟然是一条小黑狗，该条小黑狗现场咬着安全帽玩得不亦乐乎，随后扬长而去。